插播最新消息，57岁的香港女星周海媚被封为最美的周芷若，近年定居于北京，但是有网友11号在微博上爆料周海媚离世，瞬间登上热搜。晚间，周海媚的工作室在微博发文证实，说周海媚因病医治无效，已经在12月11号离开人间。有一些朋友有可能是别人说是这钱发给大家观众朋友，来看看演艺圈的娱乐话题，这就是被人称为最美灭绝师太，也是67年级生当中心目中的最美周芷若。这周海媚呢，传出她在12月6号才刚刚欢庆57岁的生日，这个冻龄的容貌，粉丝都纷纷献上祝福了，但是却传出后面6天过后，他身体出现了状况，甚至陷入昏迷，还有命危，甚至有人说他已经过世了。但是现在呢，中国大陆的狗仔方面就已经证实了，这根本就是假讯息。甚至呢，有知名的监制谭飞也说，听到知情人士说他在医院治疗昏迷，但是周海媚并没有过世，请各界不要以讹传讹。但是周海媚是不是正在接受治疗，还是身体哪里不舒服？其实大陆媒体的报道还是这名监制都没有进一步的说明。而过去呢，周海媚也曾经被传出曾经患有红斑性狼疮这样的免疫疾病，让她身体不太好。那时候新冠肺炎流行的时候，粉丝还很担心她，因为有免疫系统的疾病是没有办法打类似这一类的疫苗的。但是当时呢，周海媚就已经出面来驳斥他曾经得过红斑性狼疮，他说自己只是血小板偏低。但是这样的讯息传出来之后呢，其实也让很多两岸三地的粉丝都担心昔日的女神现在是否真的安好。各位媒体大家好，我是周海媚。笑容明媚，韵味犹存，被封为最美周芷若的港星周海媚，在11号晚间被大陆网友谣传过世。微博上赫然出现一代女星陨落贴文，还有人直言周海媚去世，一时之间连所有大陆媒体都疯狂转发报道，但官方和本人至今尚未出面声明，引发粉丝恐慌。而12号一早，知名监制谭飞在微博出面辟谣，表示周海媚还未过世，请外界勿以讹传讹。而路媒记者已在微博发文，声称听到知情人士说在医院治疗中，还在昏迷。而有一名军事微博博主也发文表示，最新情况是血小板偏低，老毛病犯了，目前已度过危险期。不过相关讯息都尚未获得证实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周海媚，周小厨又来了。今天呢，要做非常流行的咖啡蛋挞。事实上，周海媚在1998年曾被爆出罹患红斑性狼疮，也就是免疫系统疾病，双颊会开始出现红斑，甚至掉发，也具有死亡性，便开始有网传她可能因为这个病逝。对此，周海媚早在2021年辟谣，亲自回复网友留言，强调我没有病。而在事情被爆料2个小时之前，周海媚的宠物账号甚至还更新宠物周琪琪在玩雪的影片，但是相关工作人员却拒绝回应媒体是否昏迷，或是人真的没事，还是雾里看花。
37岁的周海媚，最知名的就是在《倚天屠龙记》中饰演周芷若，一角爆红，甚至在金钟530还有来过台湾担任颁奖嘉宾，粉丝们心急如焚，只希望真的只是谣言，也祝福她能够早日康复。 TBS 新闻林云哲、林云文综合报道。好，刚刚在我们的这个留言区也大家在讨论到的是最美周芷若，港星周海媚是金传离世，这个时间点是在2023年12月11号。最新消息呢，我们交给这个江国军，我们的记者来告诉我们。国军请说。好，没有错，在刚刚稍早的接获了这个演艺圈的最新消息，这个在《倚天屠龙记》当中有号称最美周芷若的这个演员呢，他在稍早的时候呢，其实是传出周海媚是传出了死讯了。那么其实哦，这个消息呢，在这几天呢，可以说是在整个演艺圈，大家都想说，哇，这个消息到底是真是假呢？因为其实大概在昨天的时候呢，就传出说周海媚她的死讯。不过呢，因为她包含所有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及她所有的团队，所以这件事情呢，其实第一时间呢都是封锁这个消息的。大家只要一听到这个。比如说可能有记者打电话来，有来意说，要询问这样子的消息的话，通通都是直接拒接的。因此呢，其实在这件事情呢，已经发烧了一整天的时间。那么据传呢，其实最一开始的时候，身边有陆陆续续跟他合作过的监制呢，其实透露是表示说，周海媚其实他并没有过世，他只是人在医院，都还在抢救当中。不过呢，在稍早的时候呢，其实这个透过家属，他们是透过工作室的微博发出说，周海媚确实是在12月11号的时候已经过世了。那么希望呢，他人到天堂之后，到了另一个世界，都可以继续的快乐。那么其实呢，我们回顾了这个周海媚她的精彩一生呢，其实她大约是在2013年左右的时候呢，她就已经陆陆续续的淡出的这个演艺圈了。尤其她在2013年是她的最后一部电视剧。不过大家对她最为知道的就是她这个《倚天屠龙记》的作品哦。那么其实呢，我们再回顾在周海媚她在1988年的时候呢，其实她是有一段婚姻的，当时跟她大她10岁的吕良伟，其实两个人呢当时是有结婚一年，不过结婚一年之后呢就闪离了。此后呢，其实这个周海媚呢，确实她其实是有几段这样子的可能男友啦，甚至是说这个在约会的对象。不过呢，其实周海媚她曾经在访问当中提过，她不会想要再结婚，原因就是因为她觉得说自由的这一块真的是对她来说非常的重要。不过呢，其实回顾到周海媚她对于台湾的关心呢，其实她曾经在5年前的时候，曾经在金钟奖一起来跟张勋瑞颁过奖，那个时候了解到他的，其实他整个状态上都是很不错的。那么据了解呢，周海媚他的病史的部分呢，他传出是有这个红斑性狼疮的，甚至呢在2年前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候呢，他甚至还有去接种过新冠疫苗。那个时候大家还有在问他说，周海媚你身体是不是不大好，是不是不能够接种疫苗？那时候他是回应大家是说，他其实身体是还 OK 的，请大家不要太担心。没有想到呢，这个好一阵子没有见到这个周海媚突然传出死讯，从原本的乌龙死讯变成真的的死讯，相信也让很多的影迷为这件事情非常的感慨。好，非常谢谢博君带来的最新消息哦。他也为我们统整出这个周海媚其实是在12月11号的时候离开人世。当然他的工作室呢，在刚刚正式很沉痛的证实了这个消息，也说希望天堂是没有疾病的，希望来世我们再度相识，甚至当中也说这个亲爱的海媚，希望你到另外一个世界会继续快乐，家人以你为荣，署名是母亲率全家人。而且呢，大家其实对这个讯息也非常关心，在刚刚留言区有非常多的讨论。现在我们的娱乐组的组长杨慈英呢，也在我们的线上，他其实也感冒了。刚刚博君也是感冒帮我们连线，非常谢谢大家，也非常谢谢他们两位带来的最新消息。我们这一次周海媚萌宠日记就是要跟小美丽洗澡。饭厅做开场白，为了防疫，明星通通待在家。港星周海媚最近曝光北京的100百平豪宅，不仅有大圆桌8台，装潢采欧式古典风，视爱犬为家人的她更有不少宠物设施。那是狗狗平时那个起居的房间，他们在这里睡觉，有时候我也跟他们在这里一起玩。爱犬专属房间不仅有双人大床，甚至还有 SPA 透明浴缸。而他自己的生活空间除了超大独立衣物间，房间还有更衣室及化妆间，家中大的惊人。另一名香港女星佘诗曼的家也曝光。
佘诗曼躺在客厅 L 型沙发玩手机，大片落地窗还能赏美景，饿了到饭厅吃零食，六人坐大桌子找来朋友做客，空间相当宽敞。还有斐斐闪电侠女儿郑欣宜也找朋友到家里开趴。在家拍搞笑影片，郑欣宜卧室设有两处通道和更衣室，客厅、饭厅以白色调为主，还有大片镜面墙。但最让人惊艳的是韩团 Big Bang 队长 GD 的新家，墙上挂满名画，再加上时髦家具，每个角落充满艺术感。GD 最近入住位在首尔龙山区的新家，90平空中别墅，估计要价90亿韩元，相当于2亿1000万台币。落地窗饭厅还摆着 Big Bang 五人漫画像，象征着他心中是永远的五人团体。精心设计，不仅在家防疫不无聊，网友更直呼根本是美术馆。TVBS 新闻上明正罗湘潭报道。网上看新闻，请下载 TVBS App 或直接按订阅 TVBS 新闻频道。